瓦斯浓度为什么突然超标？说，瓦斯浓度为什么突然超标？说话呀，哑巴了！周队长，这些天我一直在测试瓦斯浓度，都在安全范围内，不知道今天怎么就突然超标了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啊？ 那通风系统是你设计的，你不知道谁知道？周队长，我是小井矿开发处处长，我承担主要责任。张处长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周队长，通风系统是我设计的，我承担主要责任，我接受惩罚。处罚你有什么用？限你三天，查不到原因，我打铺盖卷走人。 首长，这事我定了。是，首长，三天之内我查出原因，查不出原因，我自己卷铺盖卷走人。 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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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我跟大伙儿道歉。别，云鹤，先弄清楚状况，再道歉也不迟。能谈谈事发的经过吗？能。当时我带着依山还有东子，我们在安装最后两个安全支架，突然我们仨就感觉到头晕，我才意识到可能是瓦斯弄都着标了。我刚想叫大家一起撤离，可是来不及了，我们仨一个接一个的晕倒了。幸好云鹤来得及时，不然我们仨估计现在已经奇怪呀，瓦斯怎么会突然超标呢？难道是通风系统的问题？张处长，通风系统一直运转正常，如果是通风系统的问题，那早就出事了，不可能等到今天。事发以后，我去检查过，
通风系统没有任何问题。二位处长，会不会是挡风门被打开了呀？这不挺好了吗？没打开啊？这问题出在哪儿啊？庄主，我到掘进工作面再去看看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那个地方瓦斯浓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这个时候去太危险了，别去了。我带着这个的怕什么呀？顺便我再检测一下瓦斯浓度。哎，等等，咱一块儿。老张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没什么异样啊，你呢？我也没什么感觉。怎么样？还是正常范围啊？奇了怪了，故意捣鬼。叫我，出事那天是你值班吗？嗯，是。出事那天，除了正常的下井人员，还有其他人下去过吗？没有。是没看见还是没有？没看，没有。下井的时候应该有人员登记吧？啊，有的，有的。把那天的画面册拿过来。好。这下井的人这么多，不好查吧？云鹤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今天是第三天了，还没找出问题。明天我可能就得走了。你不能走！哎呀，孟叔肯定是一时着急，他才说出那种话的。你去给他求求情，他会原谅你的。做人要有担当。问题出在通风系统上，这通风系统是我设计的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找不到问题的缘由，我就要承担责任。反正我不让你走，我好不容易才找着你的，我相信你肯定能找到这个事故的源头。要不我去找孟叔行不行？他不是你老师吗？我就跟他好好说说。正因为他是我老师，我不能搞特殊，我必须以身作则。玉萍，我是老师的学生。如果你们都因为我去找老师求情，那以后老师还怎么在农场树立威信，还怎么去管别人？不能给老师添麻烦，就这么定了。找不到源头，明天我走。被开除了啊？为什么呀？
这个金矿嘛是他设计的，现在出了这种事情，他要担责任。担责任？是他救了我们，他担什么责任呢？就是，这决定啊，是指挥长下，任何人还改变不了。要不然，文仲，你去找找你老师，试试。连长、队长，要不咱找指挥长得了？啊，走，走，咱们都去。走走走走。没事，没事，没报什么？来福，你给我讲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其实你老师没有非得让他走，是他自己嘛，觉得自己有责任非得走，我们也没得办法。组长，哎，你们一个个的不在医院好好待着，干啥来了？我们听说方云鹤被开除了，弟兄们想不通，想不通。你是说云鹤被开除？这为什么？因为啥？你们领导就给方云鹤3年期限，那3年时间哪够找出问题源头啊？所以就开除啊？找不到源头，那就该负责任，没啥好说的。指挥长，通风系统的设计一定没有问题，我怀疑有人暗中捣鬼。对，暗中捣鬼，那井口不是有人值班吗？谁暗中捣鬼了？找到了吗？这事儿关乎到井下每个职工的安全问题，啊，犯了错就该受罚，绝不姑息。指挥长，是方副处长救了我们，就请指挥长网开一面。是啊，指挥长，就求您把方副处长留下呗。指挥长，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吧，啊，你就把他防了嘛，指挥长。是不是？求您了。你干啥呀？想要挟我们吗？再这样，一起受罚。老婆，要不这样吧，再给云鹤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如果找不到原因，再处罚也不迟。哎，啊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张处长，再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如果找不到原因，争取不干卷找人。谢范指挥，谢谢副指挥长，谢谢副指挥。好，你们先去吧。好，好，谢副指挥长，走吧。齐齐哈。找这个事故原因也是有难度的。云鹤，云鹤，你在干嘛呀？你到哪儿去嘛？张处长，感谢您这段时间对云鹤的照顾，您不光教会了我好多专业的知识，在您身上我也学到了好多做人的道理，谢谢您。来福啊，你要那3本书，回去我就寄给你。好，你放心，文忠，咱俩是好哥们儿，本来一心想着一起来三线做贡献，干出一番事业，是我没出息，你放心，叔叔阿姨，我帮你照顾着。哎呀，云哥，你就放心去吧，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。嗯，小景况马上出成果了，我这个时候走其实挺不甘心的。到时候多保重吧。哎，行了，哎哎哎。你这都哪儿？我们刚才逗你嘞，逗你玩了。你呀，不用走了。嗯，什么不用走了？哎，你看，云鹤，弟兄们跑到指挥长那儿去给你求情了。指挥长说了，再给你7天时间。真的？你们去给我求情了？怎么样？真的？我们全部都去了。就是啊，来来来，来福，给我叉个腰。指挥长说了，你小子。想走那是不可能的，等问题都解决了，你小子爱去哪去哪。哎，指挥长真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，这还有假吗？你不信？哎呀，我都跟王师傅说好了，说他让他送我去县城的这个车站，人找我都找半天了，我。
哎，走走走，爸爸行了，走，你这走，高兴啊！这回是人不走了。董事长，哎，坐，哎，好，大家都在啊，都说说吧，看看问题到底都出在哪儿。我想过了，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出在挡风门上。啥是挡风门啊？简单的说吧，就是我们在采煤面作业的时候，采煤面会聚集大量的瓦斯，需要流动的空气去把它吹散和稀释的。挡风门就是控制风速的一个调节装置。如果挡风门全部被打开，这些流动的空气就会抄近道全部跑了，这样会导致采煤面瓦斯聚集，浓度超标，会产生种种危险。为避免这个呢，我们会在关键的位置上装一个姊妹风门，等于是多了一道保险，保障空气一直是流动的。哦，所以你认为是这个姊妹风门都被打开了？理论上是这样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。哦，那谁这么缺德啊？明知道会有危险，怎么还开门啊？啊，除非像我这种不懂得井下知识的人，可能会误开。不可能，我们矿上到处都有专人看守，外人进不去。一般人呢，也不可能靠近那个位置。那会不会有可能是井下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工作完了之后忘关那个门了？现在问题是，谁才会办出这样的事儿？问题就出在这儿，不到这儿来，上哪儿去？这个地方啊，一般人不可能来这儿，除了工作需要。谁能有这需要啊？你想啊，风可以走近道啊，人也可以啊，偷懒呗。偷懒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出事那天。吴大龙和徐成俩人拉电缆，会不会是他们呀？哎，不会吧？爸爸，那个地方不用查了，啊！谁敢动这个地方，那是破坏。保卫处直接开除都是小事，那人命关天呐，是不是？休息吧，武大龙，徐章，你等一下。张处长，找我们俩有事啊。武大龙啊，你心虚什么？我心虚什么了？这我们刚下班到这就被你们给拦上了，我心虚什么了？莫名其妙。我问你们，出事那天，
你们俩拉链了，是不是偷懒通过挡风门了？是啊。通过以后关门了没有？哎呀，那矿井的守则我比谁背的都清楚，通过挡风门必须关门，我肯定关门了。哎，对了，徐成跟在我后边，他关没关？你问他，你问他。说话，我关了。说实话，我真关了。撒谎！你们俩一定是做贼心虚，串通好了。你们俩肯定没关门。夏文忠，你别老进头着我行吗？我吴大龙对天发誓，如果我没有关那个挡风门，让我一辈子娶不着老婆，行了吧？你呢？我也是，我也发誓，如果我没关挡风门，我这辈子娶不到老婆。真有你们啊！记住你们是说的话，没事了吧？郑爽，我们走吧。二姑娘。哎，二姑娘，你不是最讨厌人家叫你二姑娘吗？怎么今天欣然接受了？不是，冯处长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别叫我二姑娘，人家是个爷们儿。是爷们儿，起码得做到承担错误的勇气；是爷们儿，起码得像你徐成的名字一样，做到诚实。你觉得呢？这下麻烦了，他要是咬死不承认，还真没办法。如果是吴大龙，肯定会有值班人员看着他。没用的，我找过当班的值班员，他肯定是上班时间打瞌睡或者离开岗位了，可是他死活不承认呢。我不信，肯定是吴大龙，是吴大龙买通了那个值班的人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这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了。找答案，我就不信了。我找他们去。我来。哎，这事儿不是吴大龙干的。什么？不是吴大龙干的？那是谁干的？你们就别管了，我去找领导汇报。哎，我们陆续到了挡风门，查看了现场的情况，也拿了瓦斯仪测量了当时的这个瓦斯浓度，确实没有发现任何有问题的地方，而且我们怀疑肯定是有人员在操作过程当中误把门打开，但是也查了当时的入矿记录，没有查到任何人，所以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。永和，相信你讲的都是真话，但凡事都要讲个证据，总不能凭你的猜测和推理就去给一个人定罪。我知道，如果这件事儿7天之内查不出原因，我承担责任，我离开农场。好，云鹤，查真相的同时别耽误了生产，这小井矿要尽快出名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朱队长，还有事儿？没有。
你想不想收工啊？你喊什么呢？咱俩打了半天打不进去，你没感觉到吗？再打蒜头就毁了。叫枪翻出来。范处长。包处长。范处长。怎么了？打了半天了，打不进去，再打钻头就毁了，你看怎么回事啊？来来来，啊！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下边的工作根本没办法推进。依我看，直接找爆破队给他炸开。这块石头太大了，一般爆破根本完成不了。那就增加药量。这个地段土质松软，贸然爆破会导致冒顶和塌方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块骨头一定得拿下。怎么样，你们谁来？我来。你来什么呀？你来拿什么来？张柱，我之前在鹤松的时候碰着过类似的情况，不过干石没有这块大，我先尝试着用原来的方法试一试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啊，过来吧。停一下，咱分配一下任务啊。文忠，你做瓦检员，负责检查瓦斯和煤层。好。徐成，你做这个钻孔手，负责钻孔。依山和东子，你们各带一个人，堵住两边的入口，做警戒员，不得任何人入内。是。吴大龙，啊，这回这个炮手流程熟悉了没有？哎，不就是放个炮吗？怎么开山铺路的时候都是我放的炮？那是在山上，这是在井下，放炮程序都不一样。放炮程序是吧？队长，别忘了。放炮前，炮手将放炮令旗交给值班队长，值班队长安排人拉警戒线，然后检查顶棚和立柱没有异议，开始发出放炮指令，把令旗交给瓦检员，瓦检员检查瓦斯和煤层没有异议，然后把放炮令旗交给放炮手，放炮手放出放炮指令，然后放炮。对吧，队长？交给你。哎，这回背的还挺熟。行，大伙注意啊，严格遵守放炮流程，不得有任何疏漏，明白没有？明白，明白。明白明白，注意安全啊！啊！哎，队长，为什么每次我都打炮眼啊？我就不能当炮手吗？等你背熟了所有的规章制度，学会承担责任的时候，会有机会的。来了，到了，快点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快整两步。机场，快点跑！
心里清楚，安全第一。你把你的活干好就行了，我发现你比冯处长都啰嗦。吴大龙，我这提醒你不是为你好，注意你的态度好。哎呀，这注意你的身份，你又不是领导。徐成，快要弄好了吗？啊，快了快了，再等一下啊，马上就好。王龙，怎么样？啊，那个三号已经扯完了，给你扯完了，我现在检查一下这个起爆器的通电情况。啊，帕尔他们打的也差不多了，有什么重要吗？现在啊。啊。啊，走。文忠，怎么样？正常。哎，徐成呢？他们打我炮眼，刚搬风管出去。哦。好吧，文龙。哎，报到了。啊。机械检测，我去检查一下顶板和支架。嗯，走。继续检测，我去装炸药，好吧？好好检测，检测。怎么了，队长？你不要命了？马上爆破了！你在这睡觉？我在这等你们呢。来，起来，起来呀、啊！要睡回去睡。你可真行，能在这儿睡觉。刚才我们看着你怎么办呢？所有人都以为你出去了呢，这规章制度都当饭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所有规章制度，局长，局长。别动我东西！我让你教我用这玩意儿，你不教，你还想学我放炮啊？我不教你。大龙，我怎么想着崩你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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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是好意，我一会儿放炮特别响，咚，我怕把你眼镜震碎了。忙你的，忙你的，你小心眼。准备放炮了啊！都撤离了没有？抓紧时间撤离！准备放炮了啊！局长。出来！
就轰炸了。出来！发什么冷风？放炮了啊！怎么样？我的灯光正常。那走吧。等会儿，云鹤呢？啊？方云鹤、徐成呢？放炮的旗都在我这儿，放炮程序他比咱们懂，早走了吧？你看他们走的？你没看到他们走吗？找人！找人！不会吧？怎么回事？云鹤！云鹤！云鹤，这儿，这儿呢。云鹤，怎么样？你们受伤了没有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徐长，你怎么样？我知道，我没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吴安龙，你没有确认所有人上去之前，为什么要放炮？我放炮之前，我都喊了很多声了，没有人回答，我才放的炮啊！大队长，这事真不怪吴大龙，全是我的责任。我在矿井里边睡着了，然后迷迷糊糊的，我跑反了方向，还好方处长他跑回来及时把我给救了，不然我就死里边了。听着了吧？他自个儿睡着了，以后你别什么事都往头上靠啊！你怎么好意思推卸责任呢？啊？还好现在没出什么岔子，不然你一条命赔得起吗？行了，别吵吵了。这件事也暴露咱们安全环节上存在很多问题，每个人都有责任，每个环节都有责任。我作为当班队长，负主要责任。今天回去，每个人写份检讨，总结经验教训。啊，起来走吧，你差一点害死我了你。行了，先出去吧。走。哎呀，啊，小二，啊，